好，又嚟到今个星期嘅一个嘅 MHK 每周通讯啦。咁啊，招哥，我听日咧就要俾人照抢啦。咁我而家咧，今日咧就所有嘢咧都要喺室内里边做，因为咧就饮嗰啲嘅泻药啊，泻足24小时，要泻到干干净净。咁啊，好彩咧，我嘅一个嘅检查嘅appointment 咧就系一个嘅朝头早，即系叫我瞓醒觉咧就即刻去医院啦。照完之後咧，咁我應該中午咧嗰餐嘅午餐咧就可以食得好大魚大肉啊！即係諗起西冷牛扒啊，又或者整個依個魚生啊，又或者整個靚靚嘅漢堡包加芝士啊，咁樣哇！咁我真係可以就好開心啊！但係今日咧我就乜都冇撚得食啊！係咁啊，第幾次啊？你我第二、第三次啦，第二日我照過好多次啦，第三次啦應該有。我就照顾好多次，所以都唔系你享受俾人插入去肛门嗰个嘅快感啫。你因申请嘅，我 case 特别啲，所以我就要隔年照一次。咁所以咧就即系你肛门有问题啊，超哥系啊。咁我啲泻水咧就其实就冇乜特别嘅，咪好甜好涩嘅一种，好似嗰啲产粉水咁咯。咁啊饮完咧就好饱好滞噶啦。其实基本上饮完嗰一公升嗰啲咁嘅產水咧，就你嗰餐都你之後都唔會食嘢噶啦，因為其實你基本上你已經頂撚住你個肚。我仲記得嗰陣時第一次照嘅經驗就係去嗰、那個咩法國醫院，即係九龍城嗰度啊。咁啊咁啊冇乜錢啦，咁啊住三房。咁啊住三房，跟住我嗰陣時我都好撚炸疑惑，即刻好驚喎。咁啊問個姑娘咁啊。你呢度三房喎、啊，佢話咩事啊？阿黃先生，即係我梗係唔係玩，即係唔係想搞佢啦。我就同佢講，我話喂，三個都照搶啊。佢話咩事啊？我三個人照搶得一個廁所，咁點咧？你明我問題啊？梗係明啦。係咯，一齊爆，咁你點樣等啊？係咪先冇得等啫嘛？你知啦，即係一肚屙。咁佢話啊，唔係呢度咧，有兩個廁所，不過六個人用兩個廁所。做乜一样？咩平均三个人用个厕所？我有冇两件分别嘅？我就好起少少，可以行远啲，出面有公厕嘅咁样咯。我就嗰阵时明知个问题咧，当时我就订个二人房。咁啊，二人房好彩咧，嗰阵时就唔系好似即系咁爆满啊。我二人房其实基本上就当头等房咁住，冇人喺里边。系咯，咁我就基本上用晒个厕所。咁我記得咧，我一日要照搶咧，就一定要喺浸會醫院做噶。嗰陣時咧，幫我照搶嘅醫生咧就係、是、郭嘉琪醫生。咁啊，郭嘉琪醫生就幫我照過兩次搶噶啦。咁啊，好可惜啦，即、就、係、是、我想翻去揾阿郭嘉琪醫生照搶都唔得啦。第一，佢就俾人老屈坐緊監啦，係嘛？機油到唔知要幾時啦，嚇、啊！即係無厘頭又要佢求情，又要佢 promise 以後嚇、啊、寫嗰啲求情信，又話佢以後唔再參與政治。咁我翻嚟香港，咁我大条道理，我话揾阿郭嘉琪医生去照肠又唔得啦，一间一入嚟，啊，一间就睇下我啲 T 恤，又或者我哋有冇贴啲 sticker， 或者个啰柚有冇纹身，睇下咩嘅字啊、光啊、时啊咁样，一间又拉你，咁啊真系又死火啦，系嘛？咁啊即系都冇办法，所以今次咧就第一次喺海外咧就系、是照肠，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啲咁嘅中年人啦，咁啊过咗50岁或者系其实过咗45岁咧。就最好咧，就每五年咧就驗一驗腸嘅，因為五年內咧你驗腸就其實就安全，因為你大腸或者係你近啲直腸嗰啲嘅息肉啊，咁啊其實咧如果有咧就可以切除落嚟咧，就可以睇一睇化驗下究竟係良性啊，定係有冇任何個惡性，咁啊年年驗腸，大家安心，咁呢一個咧都係一件好嘅事，咁但係當然唔需要年年驗啦，即係你年年驗真係好大鑊噶，即係好辛苦啊！你講嗰、那個，咁啊所以我就會建議大家咧五年內啦。3至5年内咁啊验一次，咁亦都可当然有睇你自己有冇平时买开呢一个嘅医药保险啦。即系如果你冇医药保险咧，咁入去医院住个双人房，咁验都3万几蚊、4万蚊噶，都要应该唔止啦。而家我谂香港就咁系啦。总之我觉得系啦，我哋啲老友记如果差唔多年纪嘅，咁啊都系时候啦。咁啊呢啲注意下自己嘅身体啦。咁啊希望你啊听日路路畅通。我后尾要拍晒佢一个 liter 嘅泻水，即系朝头早就食泻药，4点后就饮泻水，哇！嗰啲场仲喺度搞，然后跟住大家就即系
你要明白到我 stuck 咗喺一个嘅 toilet 里边，唉，想做乜都做唔到，你话真系几咁惨情。不过好嘅，即系借啲嘢冇嘢做啦，系嘛？连续两日唔做嘢，第一日就放射，第二日就照抢，咁啊下昼咧其实就温温顿顿嘅，咁啊温温顿顿咧，咁啊变咗我都做唔到，即系冇指意我要录影啊，因为个人呆晒噶嘛，你知道？系啊系啊系。啲麻醉药都未过晒噶嘛，咁所以咧有见及此咧，所以。今日星期一我就有一个老挝香港 Morning Glory 啦，但星期三的老挝香港 Morning Glory 就冇办法同大家做啦，因为当日咧，其实我嘅下昼咧，我系未清醒晒嘅，咁你都唔想见我鸠噏啦，咁就会希望啦吓，如果如无意外吓，就我会再喺Facebook 再 post 嘅，咁就系如果真系我嘅 condition 系 OK 咧，我就喺星期三晚上和你 live。晚上11点咧就同大家一齐做一场嘅 live， 咁星期五咧就再做翻呢一个嘅 Morning Glory 啦，吓咁样嘅一个情况。明白明白，系啊，星期三晚上就和你通 ，OK 冇问题。你个卵样，系啊，咁啊希望你安全啦，咁啊另外即系啲肠就梗系冇事啦，咁啊有阵时都会可能有啲嘅，会有阵时刮同你刮啲啊，切紧啲有少少突出嚟啊，批咗嗰啲咧，即系有阵时。醫生都有啲強迫症噶嘛，見到呢啲都全身部同你傾曬噶嘛。係，所以我都好驚嘅，因為點解咧？即係我用開郭嘉琪醫生咧，即係大家夾開清晰知道啲咩嘢。依邊咧就佢分派啲醫生俾你，你又未見過佢，佢又唔會見你，一埋手見你就佢突個肛門俾佢啦。咁所以都冇乜點溝通。咁啊，唉，你都知道西方啲左膠醫生。他哋啲嘢好鬼死跟 protocol 嘅，即系跟書本到 medical 嘅，佢就唔會人性化咁樣去考慮嘅。咁希望啦，即系都可能佢真系會見到息肉就會切割嗰只嚟噶啦。咁呢個都實食冇黐牙噶啦。點啦？唔好諗咁多嘢啦。即係一切都呢個第一，我又唔係醫生，係嘛？第二，我亦都唔知道上面嘅情況係點樣。咁啊，即係交託俾我上面嘅老細安排啦嚇。即係我相信佢一切都喺佢萬能嘅依一個嘅帶領之下咧，應該就冇乜太大問題啦。阿超哥。但是、即是你都信我一样是信神啦、啊。咁但是为什么即是连续两期六合彩会有五个字是相同呢？这个是不是神的这个主意，定是有人做马呢？两极的讨论都有的。咁第一即是开初你问我喂见到我都开头不是很明白他讲什么的。即是突然间人就说什么两期六合彩同一组数字咁样。咁我心咩同一組數字啊？跟住睇翻啲新聞，原來就咁樣咧，我就覺得其實就應該好難嘅。你問我喂會唔會有做馬咧？即係如果賽馬會都做馬咧，咁啊算啦，都冇計。不過我就覺得係真係咁啱得咁巧咯。好似以前都曾經試過有個國家嘅一啲即係呢啲叫做 jackpot 嗰啲咧，都曾經同即係連續兩期嘅 number 咧係差不多嘅，即係差唔多有九成相似嘅。咁所以就係話呢個係咪個機率上係總會發生嘅呢？我就相信呢個多啲。我聽過咧，有人話咧，即係啲波咧係要換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依個講法，即係馬會裏面嘅做法就係啲波要換嘅，即係每隔幾耐就換一換啲波咁樣。咁嗱，依個就有啲人就話會唔會因為即係個波嘅重量啊，會影響到？搞出嚟會有咁嘅情況啦，有啲嘅 argument 喂咁啦，我呢個真係無從稽考啦。咁我都相信咧，即係馬會係公正嘅，即係到目前為止，即係嗱，講真，你話馬會做馬係個目的係啲咩咧？做六合彩係咪減少啲賠率，即係減少啲賠錢出去？係咯，而家要蝕嘅喎，大佬。而家蝕嘅喎，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咧，如果我買七個字 number 咧，即係假設我買一二三四五六七個字，我連續買20期。OK， 我上期就中咗1、2、3、4、5个 number 加多一个字啊嘛，因为我中咗五个，但我七个 number 就对两条噶嘛，中两条飞噶咯，系嘛？咁即系我今期又中，其实佢派好捻多钱啫，你明唔明啊？系啊系啊，佢而家咪话即系好似今次佢蚀咗几百万咯，咁当然啦，马会几百万就唔系乜嘢数啦，一场马都唔止啦，咁但系好似你讲佢要去蚀钱咧就。真係難過登天㗎啦！咁啊，今次啊，終於真係有一次。咁啊，我覺得當一個奇趣新聞睇咯。即係當然，即係你話而家喺一個咁不信任嘅年代，即係對於特區政府又好，對於馬會甚至乎，即係屌你俾請個公關嘅都可以，即係扮有 Eton 調過嘅，係咪先？咁
呢啲事情咪帶大家笑下佢，嘲笑下佢算咯，係啊。但係你問我真係，我你唔抵得，你唔抵得人哋揾錢又多啊？阿超哥，我唔會唔抵得，咁佢應該揾得多嘅，佢讀書咁高係咪先？高妹嘛係咪先？你又唔抵得人哋揾錢揾得多，唉，算啦，超哥。世界上面嘅嘢冇得唔抵得嘅，系冇公平嘅一样嘢嘅。我都冇话冇唔抵得，你 put in my mouth 啫嘛。你次次连日日月月都系攞佢摆住个口里边，同阿叶柳咁样，日成日都挂住阿叶柳。喺个中秋节里边就不停喺度将阿叶柳改图、P 图咁样，佢真系污蔑我同阿列大夫嘅呢一个嘅嗜好。我真系建议咗你好多次噶啦，你有咩事同心理医生睇睇，即系你唔好将你嘅性爱幻想，即系将我加入咗你个人嘅性爱幻想里边啫嘛，超哥。啊，得 ，OK， 系嘛？咁啊，冇可能发生嘅呢啲嘢，你自己吓、啊，即系唔好再幻想我同阿叶柳嘅嗰只性行为，又跟住满足你嘅呢一个嘅 fantasy 啊，唔可能嘅，超哥。啊，咁啊，你讲啦，啱啱呢个性爱行为咧，咁啊，发觉咧，讲少少啦，咁啊，呢个熊猫经济咧，呢期都好出位啦，熊猫经济，咁啊，你又见嗰啲铺头又。搞咩熊猫糯米糍、熊猫蛋糕嗰啲奇葩啦，咁其实咧，但系原来日本咧一早已经有呢个熊猫经济嘅，系咩嚟噶？就系用啲熊猫去扮 A V 男优拍咸片，系咩？联漫二分一 A V 版啊？联漫二分一啊？联漫老豆咪熊猫嚟嘅？系啊！咁我觉得好耐啦，好多年前啦，因为联漫二分一其实嗰套戏就系讲中国噶嘛。是你等一下先啊！系我哋而家，叫佢黑画面喎。系啊，有啲系啦，而家 OK 啦，好似见翻你啦，见翻我啦。咁不过好耐啦，即系联漫二分一，咁所以嗰个系当年日本人都系，即系为一个作者好向往一个所谓叫做日本背景，所以有呢套戏啫，系啦。咁啊，所以点解会有个有只熊猫咁嘅啫嘛？咁但系冇啊，我近来 search 嗰啲咩熊猫经济。跟住又睇下有啲人會唔會揾啲熊貓嚟拍片，跟住原來一套戲之前已經日本都有啲咁嘅嘢嘅，有嗰味嘢嘅。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嗰日喺 Morning Glory 裏邊咧，我都已經立下一個嘅毒誓啊！我覺得咧，依一個嘅熊貓經濟係冇嘅可能咧，係會救翻香港嘅，因為基本上佢哋完全係唔明白到，即係要 build up 一個 icon 咧，係梗係啦，要投資幾耐，同埋嗰個 icon 要注入一個生命。要有一个嘅人物嘅设定，系嘛？咁然后你又仲有六只，咁你只只都要喂搞翻清楚，即系蒙面超人由一号做到六号，即系去到亚马逊六号，喂人哋几多年啊？即系每个蒙面超人吓、啊，即系红大龙啊，一个嘅红飞虎两个嘅 difference， 同埋一个嘅红天马三个，系嘛？即系个 difference 会系点？怪金刚会系点 ？X 会系点？系嘛？强人会系点？系嘛？个个都设定都唔同噶嘛，即系你要搞得好清楚。如果你六只嘅一个嘅熊猫咧，你要人哋全个世界咁多个国家要喜爱你呢一只嘅 icon 咧，其实你要揾阿迪迪嚟帮手噶，你明唔明啊？咁梗系啦，系啦，你有迪士尼整个熊猫王，或者其实佢有功夫熊猫啦，或者你咪将佢搬咗嚟你香港。功夫熊猫就唔系迪士尼嘅，阿 Pixar 熊猫系Pixar 嗰、那个Dream World 啊，系 Dream World 系啊。咁即係我嘅意思，即係話你起碼都有一個好似咁嘅 level 嘅製作公司，然後就係將佢製作咗出嚟，然後就可以、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即係再可以誒俾全世界知道啊嘛。Otherwise 咁咪點搞？所以佢呢個就應該純粹都係健步行步啦。第一，你問我海洋公園都唔會咁有錢去做得到呢樣嘢。係而。佢而家只不過就係靠每個傳媒就不斷日日即係喺度，好似一個 report 就話啊，今日佢又 send 一條例出嚟，今日佢又大叫，跟住佢又今日絕佢老母個拉咁樣，即係咁啊，等大家就係、是、即係好似刺激大家咯。咁但係呢樣嘢冇乜特別啦，係啦。咁啊，講下其他啦。咁啊，另外香港當然就後面你嗰單嘢啦。咁啊，就係、是、呢個獅子山上打羽毛球喎。哇！咩电话可以 zoom 得咁紧要嘅咧 ？zoom 到上个山顶，其实我真系系啦，我都真系唔知喎，乜嘢电话可以去到呢个 level？ 嗱，我部 iPhone 12咧就都冇可能啦，唔得嘅 ，iPhone 12系唔得嘅。我有部新机咧，我都未用，咁啊，即系我咪最多，我真系最真系好戇交啊！嗱，俾你听我点样戇交咧，因为我有部新嘅一个嘅 iPhone 咧，我都冇未开啊，而家已经开咗16啦。哎，我而家喺个嗰度未拎出嚟。唔緊要啦，買咗未開啊？未開啊，咁啊得唔得噶？
我唔知道，讲笑啫，我唔知道。咁、但系我冇用，即刻又去换十六啊，十四我都未用，屌，我咪上买咗未用，摆咗喺度，系嘛？咁啊，但系即系点样可以 zoom 到咁远嗰个好嘢？同埋即系咪真系你觉得你咁咸湿怪？你肯定反复睇咗呢条片好多次啦，系咪真系搞紧打羽毛球先？有少少似咯，佢好似将条女压咗喺张喺个石头上面，跟住就即系推佢啊嘛。咁啊，跟推完之后，跟住好似一转个头，跟住就系同佢就选肠仔选干净佢啊嘛。雪，即系雪咁啊。系咁啊，真系唔知啦。即系但系你问我哇，即系嗰个手系咪手机？我唔知佢真系手机啊，定系话用系咪带个长反光单杠反镜嗰啲长镜头嗰啲 zoom 埋去？系啦。佢只不过佢 crop 翻即系条片 crop 翻个 size 咧，就系呢一个所谓叫手机 size 啫。咁所以条片，但系如果你话喺狮子山上做咧，咁都唔出奇嘅。即系有几多人啊喺啲咁嘅天气？走上去獅子山頂，跟住就會覺得啲，即係仲會覺得冇人睇到佢嘅咧，咁啊，黃啟超，你不過你過澳洲啫嘛，如果唔係，肯定係你啊。咁啊，我未試過啊，嗱，即係我未試過做啲咁瘋狂嘅事情啊。OK， 野外露出喎，仲係山頂喎，係咪？喂，啱啱近排好似三上游啊嚟咗依一個香港喎，係咪佢復出？其實喺一個獅子山頂裏面做出依一個嘅創舉，即係復出大碟，即係嘅依一個大作嚟噶。我唔知啊，不過我而家開始咧，對香港有陣時呢啲所謂叫片流出咧，都開始有啲保留啊，係啊，會有啲保留，多咗一啲保留，因為咧以前成日都會話，大陸啲片有問題，大陸啲片成日都係抖音啊，咩小紅書啊，做一啲假嘅片咧，去吸引你哋啲人去睇啊，或者甚至乎佢入面有啲內容咧，係會有一啲中港矛盾嘅嘢咧，去令到大家咧，所謂叫真粉啊嘛，佢哋叫做係啦，即係咁會唔會呢一條片都有一啲咁嘅嫌疑造假咧？即係點啊？攞曬電話，喂，啲姑上咗未？埋位 ，ready，OK，OK， 就啱啱位，係啊，我自己覺得係啊。跟住咧就下邊 camera man 點啊？camera man 對準對焦咗 ，zoom 唔 zoom 到 ？zoom 到 ，OK， 男女演員埋位未 ？OK 啦 ，OK， 冇問題。好啦，今日摆低电话，我哋准备去做嘢啦。Action 咁样 ，action 系即系咁样啊？系啊，系啊，都唔似喎，即系唔出奇。即系你个滑言率，你谂下有冇人咁屎忽鬼？嗱，超哥，我又真系唔好意思，又要攞你做嘅 sample。即系你成日都会攞机去 zoom 下 Jessica C 屋企啊嘛，妒忌我啊嘛。你 zoom 下 Jessica C 屋企啊，即系你有目的咁你会 zoom 啫。但系你冇理由，即系我喺山狮子山下边嗰阵时候在，喺对面嗰、那个泳池。游水嘛，我咪话佢俾你听嘅。黐汗超，阿黐汗超，你咪一日日及住佢。但系你有个 Jessica C 喺度啊嘛，你明唔明啊？你知道 Jessica C 会去啲咩嘅地方啊嘛？跳瑜伽同埋游水啊，晒太阳啊，你知道啊嘛？咁你咪走去及佢啊嘛？我识啦，而家翻到美国啦。系啊，我知道。咁但系你冇人会走去嗰个山顶里边打羽毛球噶嘛？你冇人会特登去即系步住喺度去嗱及嘢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覺得個滑言率係好低嘅，其實。有啲咁嘅人去上去做啲咁嘅嘢，唔出奇。咁你話要去到一個完全冇遮蔽嘅，即係屌大佬個太陽 exactly 咁樣曬落嚟，跟住你兩個360度都係空曠嘅。係啊係啊，天空與白雲咁樣，跟住仲要有一個，跟住你仲要諗啊。有一個人有部手機，嗱，當佢有部手機好撚勁，甚至乎有部嗰啲單鏡反光機已經係 get ready， 嗰條友咁撚無聊，嗰人唔撚使翻工，跟住屌佢就喺度飲杯咖啡嘅時候，因為嗱，其實佢 zoom 個穴位好遠嘅，好遠㗎。如果嗱，但係啦，所以我就係話，如果佢平常佢根本用肉眼，佢可能揸住杯咖啡咁啊喺個窗台度喺度嘆緊嘅時候，佢肉眼睇唔到咁撚遠，有兩嚿嘢喺度。系啊，咁样噶嘛，系咪先？系啊，鹰眼咩大佬？有声喎，系啊，即系你明有诶，你唔会嗌到屌啦，听捻到你听嗱，譬如你话你听到隔篱屋合合嘢咁啊，你喺度白下啫，你根本嗰个距离冇画面冇声，咁你除非嗰条捻啫揸住嗰部手机喺度，其实佢都喺度及紧嘢先，系咪先？即系佢都喺度搵到睇对面阿何太同阿何伯，屌有冇点位先？咁啊，啲人啊，屌好似攞部。要大招佢嘅，捕捉佢下面嗰个位置，点样就发片，系咪先？放上 Pornhub 度赚钱噶啦。咁如果唔系，你点会突然间哇
望捻到咁捻远，哇！等几百 mm 都唔知够唔够即系叫 zoom 到去咁远，仲可以见到有条友喺度拍春工。咁啊，不过拍春工又如何呢？我又觉得冇乜特别。咁啊唔系嘅，你根据而家香港嘅严刑峻法，有法必依，严正執法。在野外的地方進行這個性行為，有傷風化，其實是這個遊蕩罪的，超哥可以告的。是的，只不過超哥說被人被是不提性行為而已，是不是？不是，他都沒有說不給，他自己都試過，但是你明白嗎？他很勵志的，不提性行為，可以做到特首，不是那麼多人可以好像他那麼厲害的了。是，總之這件事就……我覺得是，我同意你的分析。有長進啊，超哥，唔算好熱鬧嘅，唔算好熱鬧嘅，係啦。但我自己覺得咧，做馬個機會咧係高嘅，即係高於五十啦。高於五十，係啦，即係你咁一個滑潛率，你咁啱有個人烈日當空，兩個嗰啲性癮又起，再加上兩個嗰個道德嗰個嘅規範咁低標準，係嘛？咁又中意又中意玩野外露出，咁又咁啱得咁巧，有一個百無聊賴嘅龍友。即係又啱啱買咗個咁高像素嘅一個大炮，係咪？即係周圍睄嘅時候，唔覺意俾你喺依一個嘅獅子山嘅山頂睄揾到你哋，咁啱得咁巧，飛機撞紙鳥，啊，即係老鼠揾貓屌，係咪屌緊？咁嚟相到，喂，你嗰個滑言率係真係好渺茫喎，大佬！你而家試下你走出街啊，攞嘢係咁 zoom 啊，你算唔算人屌緊閪啊？好幾難，真係幾難嘅，真係所以你話即係呢個星期。一單六合彩係咪同連續兩期五個number，再加埋呢一個所謂叫做野外露出，係咪先？係都幾好笑喎！真係呢單嘢都幾得。唔係啊，你而家嚟香港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唉，因為講真，我都開心見到啲咁樣浪鳩嘅新聞嘅，即係喺一個咁荒誕嘅地方，明明啊西方國家啊美國啊五眼聯盟啊。即係同你友好，當你自己人，俾咁多嘅優惠你嚇，你係日日喺度搞搞震，而家出資俾人咧就係掟走你啦嚇，即係唔侵你玩啦，係嘛？喂，你明明係真係賴以持之有恆，都係同呢啲朋友啊、良師益友啊做生意，大家進步係嘛？賺下佢哋嘅錢，攞佢哋吸引佢哋嘅技術啊、科技啊、人才啊嚟依一個香港裏邊咧去投資啊，令到香港啊由亂變自由自及興。喂，你唔係喎，你而家你趕撚走曬啲人喎、啊。你嘅特首啊、政務司司長啊、乜撚嘢保安局局長，日日喺度屌人老母喎、啊。咁人哋走撚曬嘅時候，你換撚咗啲屌你咩低檔次啊、流甲仇啊、假學歷啊、屌你老咩濫竽充數啊嗰啲咁嘅垃圾，然後跟住話嗰啲係正嘢。咁然後跟住咧就係、是、走去協康會度交朋友、啊，即係同埋啲嚇窮閪啊，屌你老尾閪唔撚知有啲咩撚嘢大血啊！跛泥蛋啊！屌你咩陳撚懵懵啊！無論文化同埋宗教都同我哋香港唔夾嘅一啲人咧，就諗下就去做咩經貿辦啊，做生意啊，係嘛？即係嚟開投資啊！喂，嗰啲 proven 係 successful， 有錢有曬成嘅，係嘛？甚至無個國家嘅貨幣同你港元係掛緊勾嘅，你日日喺度屌人趕人嚟走，喂！依咁荒誕嘅事嘅城市裏面發生，有一單嘅喺獅子山上面野外露出，俾一個百無聊賴嘅龍友及到。喂，依個係即係荒誕之中嘅荒誕，咁啊，即係好順理成章嘅喎，超哥係咪啊？係，咁啊，頭先你講起即係話，其實香港人反而應該係要關注翻，即係好似你咁講，就係被制裁啊，會唔會影響未來一啲即係經濟嘅即係事情啦、啊？咁但係都幾好笑嘅喎。咁啊，呢期咧咁啊，大家即係就係講緊就係話啊，到底係愛國嘅人用華為，即係華為呢部新嘅三折手機。炒價好炒啲啊，定係新嘅 iPhone 16好炒啲啊？咁但係都好搞笑，頭先你講嘅所謂呢啲狂屌人老母嘅政客或者叫官員咧，原來我哋嘅保安局局長咧都係用 iPhone 嘅喎。啊，佢俾人制裁緊，但係佢竟然 support 緊美國佬嘅產品啊！係啊，用 iPhone 噶。佢有冇知唔知道近排以色列有真係好很厲害嘅暗殺嘅事件啊？哦，佢可能佢唔相信 iPhone 會有啲事情發生嘅，係咪先？哦，咁樣啊，因為咧即係好厲害啊！你知以色列即係將真主黨幾千人集體炸爆春袋嗰個嘢，真係好厲害，炸好勁啊！我見到啊喺個褲囊爆開嗰下好痛啊，感覺到啲咩哇！哎呀！嗱，啱啱咧喺星期六出街嘅鱷魚潭咧，咁啊就係講有關呢一個嘅以色列
針對性係嘛，殲滅真主黨嘅暗殺行動，即係唔死得陳皮，一係就爆春袋，一係就盲眼，依一個嘅耳聾口啞，炸到成塊面稀巴爛，一係就炸斷手手腳腳，咁啊大部分咧死嗰啲都係爆春袋而死，咁啊好厲害嘅一件嘅暗殺行動，咁啊即係如果大家有睇翻鱷魚潭就知道我講啲咩嘅嘢啦。咁但係即係我就喺度去諗啦，即係忽發奇想。如果可以咁針對性嘅，你敢唔敢再用華為啊、小米啊嗰啲手機啊？華為、小米，我哋講針，即係譬如竊聽嗰啲問題啊，我唔知啦。因為如果咧，即係佢點解？咁梗係一定會啦。咁佢如果真主黨點解唔用手機咧？就係驚裏邊有啲程式啊，又或者係即係佢買架機翻嚟就俾人哋落咗強啊嘛。咁你華為同埋依一個嘅小米係嘛？如果你全部都係啲共產黨員去做用嘅。咁用乜嘢係嘛？即係喺咁嘅邏輯之下，人哋做你手腳嚇，加入一啲嘅爆炸程式，或者係你嚿電池原來即係落咗手腳嘅，屌你老味係咁，你即係咪炸鳩死？所以啊，鄧炳強用 iPhone 啦，我知點解啦，因為即係如果用華為有機會賴嘢啊嘛。佢咁我唔知佢點解佢咁中意嗱，有幾個都係嘅，甚至乎嗰、那個李國麟啊，即係黃敏德嗰個咧。啊，黃敏德。系黄敏德、李国麟咧，佢都系用 iPhone 嘅、哦，所以咧，屌佢个礼个都系噶啦，即系嗱。不过咧，听翻我嘅大陆同事讲咧，佢话其实基本上喺国内咧，即系佢哋叫国内啦，买华为嘅人咧，其实真系唔多嘅，即系冇乜真正嘅人有钱买华为。嗯，而对于科技有要求嘅中国人咧。他哋都未必會買華為嘅，因為他哋覺得嗰個科技嗰個檔次、那個質量咧，其實未達到好似頭先講就係 iPhone 啊或者 Samsung 嗰個 level。咁但係其實華為咧喺呢幾年，即係自從孟晚舟事件之後咧，佢其實都已經將個 brand 咧轉型咗咧，就係話愛國嘅人，或者即係愛中國啦，或者係支持中國，甚至乎即係對美國不滿嘅人咧。他哋就會好堅持用華為買嚟咧，就係 show 俾國家睇嘅啫。呢個係一個即係表忠係啦，但係用唔用咧一件事，即係買咗唔用噶嘛，可以先係啦，就係咁樣嘅啫。佢哋咁啊，同一個 token 啦，即係超哥，你既然講話即係要買三折機啦，咁啊，特首啊李家超，屌你老味你個撚樣係嘛？葉劉淑儀啊，民建聯班冚家產啊，李慧瓊子啊，周浩鼎啊，呢啲冚家產，你唔好撚俾我哋見到你用 iPhone 啊，你應該全部要用折機啊，係嘛？邊個都話佢唔會買啊！佢屌你嗰個叫做咩啊？喺日本而家做生意嗰個 KOL 啊！啊，華記正撚嘅啊！華記正撚，因為拍咗一條片惡鳩仔，即係我都覺得幾好笑。佢話：哎呀，因為華為手機咧大陸手機就用唔到 Google， 又用唔到 YouTube， 咁啊，我哋要用 Google 同用 YouTube。咁你咪用屌你老尾微博咯，冚家產！你就去小紅書做你咪做小紅書做咯，西方國家媒體嘅關你撚事咩？光頭 K， 你咪做博客咯，係啊，你咪做小粉紅嗰啲主播咯，係咪先？你咪用百度咯，咁你點解要？点解你要支持 YouTube 同 Google 啊？咪最后身体好诚实咯，你哋班咪捻样。仲有啊，而家咧啱啱美国佬减咗半利息咧，咁啊当然好捻多啲人啊，舒老板啊呢一个嘅啊中原地产啊终于完啦，即系屌你咩舒老板走出嚟，屌你咩叫人哋买楼啊，好劲嗰啲咧。嗱，你嗰扎嘅冚家產高官，尤其是你班咁嘅撲街冚家產，俾人哋制裁，個個禮拜咧或者個個月咧，你都係用現金出嚟啲啊，係嘛？你喺度數緊銀紙啊嘛，你哋就應該喳喳林帶頭走去現金，走去邊一個新鴻基又好，新世界又好，長江又好，睇下咩盤篤撚咗佢現金交易買個單位翻嚟啦。早排即係我哋知道，原來有啲人係冇得買投資買地產噶嘛。阿鄧炳強好似係冇買本地嘅地產噶嘛，阿麥美娟夠閪啦，屌你走去依一個嘅珠海買姑婆屋啊嘛，係嘛？咁我都 OK， 佢買去珠海都 OK 係咪先？係嘛？咁有另一個個官就係屌你喺九龍城買一層樓，自己住好似係許正宇定係邊撚個乜啊？嗰個就乖啦，自己攞錢去投資翻喺香港嘅地方裏邊。咁你嗰啲三 C 十一局係嘛？你賣撚曬你海外啲物業，全部而家低息買翻依一個香港嘅本地物業支持房地產啊嘛，啱唔啱啊？咁難啲嘅，咁另外一單又係頭先講起手機，咁我覺得咧香港人呢期可能唔知係咪即係
減息啦，或者係冇乜嘢投資啦，咁啊經濟突然間就好似有少少蓬勃翻咧，就去又去炒賣翻 iPhone 啦。咁啊不過年年都有炒賣嘅，咁啊但係好似今年咧個氣氛咧又好似好啲，即係又話平均每部機咧有千零兩千蚊。其實我唔明白啊，超哥，唔使猜得太多時間講嘅，即係賺幾多錢去買嘅，我唔明白，即係你唔會買唔到噶。你炒賣，你賺得幾多少？你賣俾邊個咧？你賣翻本地人啊？定係賣俾大陸啊？而家佢話會賣俾大陸，咁但係因為你 iPhone 都係大陸都賣㗎，大陸都有，但係大陸嗰部係英國版，咁所以咧就話有少少技術上嘅嘢咧就係少咗啲。據我理解，香港個都係英國版嚟嘅噃，佢 ChatGPT 又玩唔到嘅喎。香港那部呢就是你如果在香港內用呢就是用不到 ChatGPT 的，就可能他現在就說會有其他的、AI 程式呢就會取替嘛。但是香港那部拎出去海外之後呢轉回做當地，譬如可能轉回澳洲啊，轉回加拿大啊，得不得呢？那這個就未有，即是未有啲 review 講過了。好像另外就有個 satellite 的、function 呢、香港版都是沒有的。咁所以咧，我其實就好似唯有一個嘅十六咧，有一樣嘢咧，我加拿大啲朋友咧就話：，哎呀，我想去翻去買個香港版啊，點解佢有兩個槽啊？咁樣即係兩個槽。哦，係啊，呢個係啦。係，因為係唯一個賣點。咁我話：，但係你要嚟做乜撚嘢咧？係嘛？即係你等我先啦，冇撚意思噶嘛，啱唔啱啊？係啦，呢個都係嘅嗱。唯獨而家香港嘅手機咧。即係唯獨香港的 iPhone 咧，就係、是、有兩個SIM 卡插槽咧，係導致到咧有好多大陸人咧會覺得方便啲嘅，因為咧你 SIM 卡插槽咧同電子就係、是、因為你電子認證嗰個咧，你就係要嗰間電信公司咧，即係你 register， 跟住佢轉翻個 number 落去你部機度啊嘛，咁你唔能夠自己手 manual， 即係好似好簡單換張卡，咁所以咧其實某一啲嘢咧，即係呢一個咧亦都係導致到有啲大陸人咧覺得係方便，甚至乎呢個係。比起剛才你講所謂咩閹唔閹國版嗰樣嘢咧，更加導致到佢哋需要買香港版手機咁樣咯，因為大陸都係用電子嘅。但係你香港嗰個嘅版本又係閹國嘅，即刻令我諗起一國兩制，係嘛？就算俾兩個身份，你香港人又好，中國人又好，但係始終都係一個閹國嘅一個嘅人嚟。係咁啊，你講得啱嘅。咁所以咧，啲人唔齊齊啦，只有去到海外裏邊買嘅呢一個嘅手機咧。就是一个真真正正 iPhone 16的手机来的。但我赞成香港人现在有得炒的话都炒的。即如果你没有东西的， 你香港有什么可以做的，现在是不是我炒了就赚了一些钱就去旅行玩咯。但我就不会反对人家去炒卖的。但我亦都觉得这些钱呢，你我记得好像以前曼城巨头突然之间即炒到手机买了几十部。跟住諗住拎翻翻嚟香港就放，點知香港啲貨冧撚到閪冧咁樣，咁然後跟住又冇乜人排隊買嘢啊，窿撚曬 ，OK？ 係，咁我而家覺得炒賣就有蝕有賺嘅啦，有蝕有賺嘅。咁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咧，佢點解要有機會俾你班友仔咁撚樣去炒賣賺錢咧？其實可能佢有 plenty of stock 嘅喎，係嘛？即係喺個 market 裏邊咧，即係你嘅 demand 其實佢可以 fulfill 得到嘅喎，係嘛？咁即係佢唔會俾你。哇！原來遲兩個月之後就到貨，即係我諗佢哋已經係一早即係咁多年去到十六咧，已經好清楚每個地方會係點，同埋加上而家嘅經濟真係麻麻地咧，我覺得大家如果你真係炒就真係唔好咁撚大注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唔好一下買十部、五十部咁啊。係啊，你就輸得到閪笠啊！諗住碌拍係咪先？係啊。短啦，即可能炒埋一兩個禮拜咧就完㗎啦，完㗎啦，可能去到頭一個月之後咧，你就好多好多鋪頭，譬如嗰啲咩陸續翻到貨㗎啦，電信公司都有貨㗎啦，所以就搏唔過啊，冇乜可以嘅，係啊，即係實務啲，即係已經證明咗咧，香港炒炒買賣咧都係閪冧㗎啦，嗱，而家冇人同你炒，你就即刻閪冧。咁樓市又冧撚咗，屌你老味，你股票又冧撚咗，即係依種嘅炒賣形式嚟賺錢，其實咧。過咗做噶啦，唔好再諗呢啲咁嘅不謀而獲嘅，屌你咪坐喺度賺錢嘅呢種賺錢模式，用咗多啲腦啦，我覺得唔啱嘅嚇。係啊，加上仲要人即係放假機咧，都幾撚閪嘅，即係我都覺得。佢點樣樣去放到機呃撚到先達啲大哥咧？嗱，可能咧佢真係嗰啲盒咧，一係就係真嘅盒啦，咁佢就係應該就係話。
佢入面有兩部係嗰啲假嘅或者 demo 機，或者係嗰啲叫做扮 iPhone 嘅Android 機。咁所以佢個包裝個 packing 又好似冇拆開過，佢做得到噶嘛？有啲即係大陸嗰啲，即係嗰啲咩華咩中心嗰啲咁嘅大陸嗰啲。咁啊變咗有啲人急放，咁啊可能佢就即刻有兩間鋪頭咧就 feel 到，咦唔係對路喎，攞翻嚟嗰兩部嘢。跟住一開一 check 就知道，哦撲街！跟住嗰兩部機仲好差唔多係15,000一部收翻嚟嘅。咁啊 ，exactly 真係蝕撚到好撚即係硬淡淡啦。咁啊兩部機就基本上30,000蚊。咁啊你每部機即係幾耐先賺得到咧？咁啊真係唉！咁啊所以呢啲就你諗下香港而家就越嚟多呢啲嘢，即係以前都好似冇乜發生過呢啲嘢。少啲啦，即係冇話即係為咗咁嘅嘢去犯法啦，做埋啲戇鳩嘢啊咁樣。咁但係經濟唔好咧，大家就會諗呢啲咁嘅揾快錢啊，或者要揾一啲嚇、啊、即係唔好話傷天害理啦，偷雞摸狗啊呢啲嘅事情去做咧，揾著數咧。咁啊，都係貪字得個貧啦。大家都係如果唔炒賣嘅，咁咪唔會有咁嘅情況會出現咯，係咪？係，咁可能因為而家啱啱我見咧，其實香港政府就公布咗話，失業率咧就係3%啦。咁其實3%，我諗其實就應該唔止嘅。即係你話如果係在職嘅人士，即係所以佢哋叫 full time 啦，就3%嘛。咁你仲有一啲所謂叫長 part 啊，所謂或者係叫做長期開工不足嗰啲咧，你都唔撚計埋入去咧，咁其實就真係都幾大。嗱，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你睇下佢啲數據啲來源喺邊度嚟。如果你喺根據勞工處嗰啲即係工揾人人揾工嘅一啲得翻翻嚟嘅 data 嚟定出依一個所謂嘅失業率咧，咁你就知道肯定就唔啱嘅，因為你譬如有一啲嘅專才啊、專業人士啊、private banking 啊，又或者銀行裏邊做 analyst 啊、投資部啊，如此類推，嗰啲嘅人兄啊，就算做廣告嘅人啊，佢冇撚咗份工啊，即係 marketing 又好，佢都唔會勞工處揾工噶嘛。系系系，啱啱啊！咁佢哋计唔到嗰条数噶嘛，所以即系尤其是你见到咁多地方，即系执笠啊，各方面嘅嘢，其实你谂下都相信呢一个嘅数字系好值得有商榷嘅呢一个嘅余地啦。系啊系啊，起码即系你问我一定唔止啦，呢个数目系啦。系啊，咁但系呢个就而家咧，我都听咗特区政府讲嗰啲嘅数字咧，我都系得啖笑，又或者即系听捻完又信，即系佢呢个数字有几真，又或者出咗嚟之后系咪真系反映咗一个社会嘅一个状况咧？嗱，当然我冇咁嘅资源或者系咁嘅能力咧，即系暂时去即系逐条做条数同佢核实啦，系嘛？即系咁，但系个关键就系你睇翻街上面咁多地方执笠，即系咁多老字号嘅老铺都话唔捞啦。咁你可以谂下，可想而知，咁会唔会有大量嘅一啲嘅劳动人口系会求即系去求职咧？系咪即系呢一个系好客观嘅一个嘅问题嚟噶嘛？啱唔啱啊？你而家你而家嗰个潮州百乐都话唔玩啦，都话执笠啊，日升玩具啊，几廿年老铺系嘛？你唔好理，即系佢家族生意又好，佢都有请一两个伙计系嘛？咁你都有几个家庭系受影响啊？啱唔啱啊？咁你个失业率？点会唔高呢？系咪？咁即系而家你所讲嘅3%，咪反映咗事实嘅全部呢？系我自己就觉得就值得商榷咯。系呢、這个一定有一个距离喺度啦。咁你见到好似咁样，真系咁另外一个咧都几好笑嘅。咁我觉得喺香港人角度，咁当然就系纯粹都系放大嚟睇咧，就系、是、话哦，有一个就系、是、有一间铺头咧，就系、是、叫做元记云饺。咁啊唔系云吞饺子。咁其实一睇就知呢啲铺头咧，肯定系大陆人开。即系你麦恩记云吞，你都唔会识麦恩记云饺啊，系咪先？咁啊，呢间铺头咧就话招聘条件就系40岁至52岁。咁啊，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有一个岁数嘅特定要求啦。咁啊，呢个另外就系话第二个要求就系广东省新移民女工，咁啊做收银同埋做手工优先。咁啊，另外嗰啲就唔讲啦。咁啊，点解？即系你觉得其实呢个喺香港开铺可唔可以咁样嘅咧？嗱，其实佢搵戆鸠嘅 ，OK， 佢咁样嘅铺即系去写咧，佢基本上唔熟悉香港法律 ，OK， 咁而家你将呢一个招聘公司呢嘅高 notice 咧抌去评机会咧，佢系财入嘅，因为你话点解一定要做广东新移民咧？你包饺子嗱，而家你讲俾我听，你话呢一个门手系帮人出火打飞机，系东莞18色。港女面纹，
咁你讲女矜贵啊嘛，你明唔明啊？港女即系你嗰啲含蓄奶绝骨，可能都有港女识嘅，识但系唔会咁样去做，收得咁捻 cheap 啊嘛？屌你又要靓，又识埋呢啲咁嘅嘢，到罗红你玩咩？超哥，啲大 masa 金融财进收归国有啦，啱唔啱啊？识一件一放本出嚟就抵手又俾人哋收埋啦，系嘛？系。咁你要搵啲 cheap job， 或者你或者呢一个帮人出火啊，东莞十八式啊，如此类推，咁即系冇人同你争啊嘛？咁就呢个就真系专才啦。咁你咧，但系咧，你喺香港里边咧，要请呢啲所谓外劳又好，或者系新来港人士又好咧，你都要有一段时间，根据个法例咧，你要登招聘广告吓、啊，即系外加系要识呢啲咁嘅嘢，价钱就系要咁嘅一样嘢。咁我要招聘员工，但系你 proven 咗登咗几多《内星岛日报》啊，屌你老尾《大公报》啊，都冇人上门应征，你明唔明啊？咁然后你只可以揾外劳噶嘛，即系如果可以喺个范畴可以揾外劳之后，佢都有咁嘅条件噶嘛，啱唔啱啊？嗱，咁你咁样样，你咪好明显，就有呢一个歧视之余咯。点解你净系请广东省咧？嗱，我如果系新移民嘅，都可以屌柒你嘅、哦。我四川啊，你干嘛？四川都有搞钱啦，系咪先？系啊，我云南的，云南你有冇歧视去云南啊？我东北的，东北包饺饺子最厉害的，最傻家啦，系嘛？屌你乜！你未用口包饺子得、啊，你知啦嘛？屌你乜！你东北嗰啲饺子系嘛？我山东大良嘅北州跑街包饺子最卵劲啊！点解你唔肯叫我山东人嚟啊？咁你已经有地域性嘅呢一个嘅歧视，同埋你解释唔到，因为你呢一个唔系话咩印度咖喱，我一定要请印度员工，又或者屌你老味冬阴功，一定要请泰国人。喂，你饺子大江南北度度都识噶嘛？英门手艺系咪啊？呢啲都系一啲好低技术嘅嘢嚟嘅啫。冇捻错嗱，其实佢简单啲。點解要請廣東產嘅女工做呢一樣嘢咧？其實咧，依一個工種咧就揾阿咪大媽做嘅，同埋咧就係、是、冇學歷，屌你老味係冇學識，底屌爛砌冇扎型，冇撚做啦。咁其實咧簡單啲咧，其實佢只要標榜呢份工咧係好適合新來港人士投入勞工界。如果咁依一句嘢寫，你覺得冇問題咧？可能會好啲咯，但係因為你而家咧 ，exactly 一寫咧，就已經係廣東省新移民女工咧，其實嗱，你歧視咗男人咯喎，曬啲嘢啦，你歧視咗男人咯喎，點解我而家我廣東省新移民男人，你乜你唔肯請我先？我包餃子都好得叻噶，我包餃子，你知唔知啊？係啊，我係啲乸乸地，乸乸地啲蘭花咁啊，手指尾咁樣嗰啲包嗰啲，嗰啲都得噶嘛，啱唔啱啊？咁你幾犯錯，所以咧就一定要去評機會去投訴佢，啱唔啱啊？咁。我想他很快咧就應該會改嘅，咁啊，但係呢間鋪頭咧，你問我咧都幾撚似係大陸，即係嗰啲進駐來港嘅鋪頭啦。其實你咁樣係好撚多嘅，第一你性面歧視 ，OK，、嗯、第二地域歧視 ，OK， 亦都歧視本地人，嗯、省份歧視，即係啦，你嚟香港開，其實嗱頭先你講咗重點，你嚟香港開鋪。你冇去尊重翻本地勞工市場，已經個好撚大忌啦。係啊，你即係我哋香港人嚟俾錢支持你食，咁搞撚錯啊？冇撚錯，你屌你老味閪，你請啊！屌你老味，你招呼翻你啲同胞得啊！香港人就唔肯去幫，仔叫咩撚嘢名啊？袁記雲搞啊！邊撚個？落Q 乜嘅啦？係邊喺邊度嚟嘅鋪頭？睇下先，我而家即刻 share， 你屌繼續屌住先。邊撚個幫襯袁記雲搞？全家死絕！我而家嗱嗱一個毒誓，邊撚個去幫袁記雲搞？屌你老味閪做工嘅冚家死柴，係嘛？依檔嘢自己冇人同佢黐埋一齊，屌你可保冚家平安，啱唔啱咁樣樣講？食一粒屌你老味冚家產生 cancer 喉癌、鼻咽癌、腸癌、食道癌、胃癌，乜撚嘢都齊，千祈唔好去幫襯食依間嘅嘢，大家一齊集體杯葛佢，屌你頂佢冚家產！嗱呢檔嘢咧就係、是、因為佢歧視。Open Rise 咧就有地址噶啦，咁啊佢叫做袁記雲搞啦，咁啊地址咧就系喺筲箕灣道388號至414號嘅逢源大廈地鋪一號，系啦，咁啊講完啦，真系唔好幫襯呢檔嘢，呢檔嘢咧第一即系佢喺香港裏邊搞地域歧視、性別歧視，係嘛，籍貫歧視，系，哦原來佢其實咧。是一间咧大陆注册咗嘅一间铺头啦，咁啊嚟到香港咧，嚟到香港咧就系搞咩咧？就系好似 Seven Eleven 嗰啲，就系搞加盟店嘅。咁佢咧就去到好多地方都有噶啦。咁啊好多加盟店嘅。咁啊细细间。同埋我话俾大家听，佢、嗯、依种咧分分钟喺大陆里边有工厂，佢有晒嗰啲馅料啊，啲 mix 好晒，
运来你香港里边，又用而廉价嘅新移民嘅劳工帮佢包饺子，系冇捻错。咁你佢咧自己你食咗啲乜捻嘢落肚咧？大家自己心照啦。系，咁佢咧而家差唔多咧喺全港九咧就有15间分铺，即系香港九龙新界。咁啊，价钱咧其实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佢嘅价钱咧。比起香港買到的、所謂叫做包餃嗰啲，即係嗰啲叫做新鮮餃子咧，個價錢咧，起碼咧都有一倍、差距。咁所以咧，佢就係以一個低廉嘅價錢進駐個市場，同埋做franchise， 就希望咧就係攞咗成個即係叫做大陸咧，呢個係大陸裏面一貫做生意嘅手法，不計成本。打撚死曬嗰啲俾心機做啊，用心包餃子啊，餡料精良啊，新鮮啊，喂乾淨衞生啊，佢就俾啲咁嘅垃圾嘢你食。嗱，你班香港嘅人咧，如果你班咁嘅撚樣口腔期上身，貪平俾心機係揾多啲錢食啲好啲嘅嘢，唔撚係即係食平啲、食密啲、食閪啲，你唔緊介意嘅食飼料嘅人咧，咁你咪中伏咯，你咪益撚咗佢咯，係嘛？我哋香港係精益求精噶嘛。所以你而家你香港犯嘅最大嘅問題咧，你第一嚟一班嘅垃圾 ，OK 落咗嚟香港裏邊濫竽充數，冇料扮四條，係嘛？扮緊曬大袋，扮專才，其實根本就係屌你咪庸才廢物 ，OK。咁第二樣問題咧，就係呢啲咁嘅同香港做生意背道而馳嘅商號咧，就進駐我哋香港嘅呢一個嘅商界啊，以濫竽充數啊，污糟邋遢啊！屌你老味，系即系啲嘢啊，即系量产啊、预制啊，你唔知佢啲食物来源啊系点捻样啊？你谂都谂到啦，饺子有几捻鸠柒贵啊？佢都仲要平，屌你老味系平一半。你谂下佢嗰啲肉系乜鸠嘢肉啊？佢啲菜系乜鸠嘢菜啊？大家用脑啦！咁啊嗱，好大可能咧，头先你讲专才呢个问题咧，当然佢唔捻系请专才包饺子啦，佢请新移民嚟包饺子。系啦，咁但系呢间铺头咧，即系嚟到香港咧，已经系一个好有，即系已经好有系统性咧，一间大嘅注册公司。咁其实佢到底佢入边成个管理层啊，会唔会请翻自己有专才？好似成条龙，其实基本上佢系一间香港注册公司，佢系一间香港嘅公司，但系根本入边系唔捻欢迎你哋香港人。系啊，佢攞你嘅香港嘅 platform 咧，点解要做呢一样嘢啊？因为佢可以喺香港开到成行成市，你啲傻仔去加盟。然后跟住咧，佢做一两年，可以入去做嘢啦。我做一两年，有个业绩，然后就屌你老尾閪搞嘢 IP 号。点解？屌你咩？香港有咁多垃圾铺头，包括嗰啲咁嘅捻屌绝味啊！平时啊，屌你老尾带捻咗啲鬼口水遮一只眼啊，啲牛尿啊，擦只眼啊，只见捻到嗰啲嘅顾客嘅搵鬼帮衬咩？但系都开咁捻多间，嗰啲咪又系博 IP 号嘅啫嘛？你明唔明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原來真係好多分店喎，旺角、太子、深水埗、沙田、石門、觀塘、大角咀、新蒲崗、筲箕灣、灣仔、北角、香港仔都有，哇！黐緊線。所以點解會係出現咧？依扎嘅全部都係賣 cheap 嘢，而可以我都幾坦白話你聽，我相信佢哋啲貨源咧，就係全部喺深圳咧，就係整撚曬，又掟落嚟香港，你香港就係負責包餃嘅啫。係係係，即係你話入邊啲嘢係咩咧？我真係 question mark 啦，好似咁講。咁但係你話佢純粹就真係好似咁講，請啲廣東省啊，你哋平時即係好有技術包餃子嘅人，即係底屌爛仔冇炸型低廉人工幫佢手做呢啲嘢咯，係啊，反為咧，即係可能你即係請啲新移民咧，又唔熟悉香港勞工法例啊，好多嘅福利啊，同你扣啊，如此類推啊，最低工資就必然不在話下噶啦。咁啊，而即係你啲友仔嚟到去咧，只不過一啲廉價勞工係韭菜嚟嘅啫。而你嗰啲口腔期香港人咧，戇鳩鳩貪平去幫襯咧，第一你唔知食撚咗乜撚咧落肚，然後就係攞嚟嘅真金白銀咧就益撚咗去達到某一啲嘅呢一個嘅 financial 嘅呢一個嘅 target。咁我覺得全面杯葛佢，屌你老味係唔撚幫襯大陸資金落嚟，屌你咪冇撚良心嚇，屌你咩困水嘅，屌你粒水嘅呢啲咁嘅屌冚家產嘅良係冇良心企業，仲要搞埋歧視添，屌你老味！系啊，即系呢啲就好唔系明显噶啦，呢单嘢就咁啊，讲一歧视咁啊，另一单啦。咁啊，我琴日咧开初睇咧，我自己都觉得有冇搞捻错啊？系咪因为即系呢对夫妇讲咗就系话，因为佢前面坐国泰呢单嘢就系话嗰个女人系一个大陆妹，所以咧就系令到佢以后就被国泰制裁啊！即系呢单嘢即系被国泰制裁啊！就永远唔可以再搭国泰集团。所有飛機，咁啊呢單嘢你點睇咧？
咁你依單嘢就好似係有個大陸嘅女仔搭飛機褪後，咁啊即係影響到後邊埃爾貝啊，埃爾貝係嘛？咁啊，你搭飛機咧，你都遇過啲大陸人咧，個耳背咧一挨咧就屌你老母360度躺平嗰啲咁樣樣噶啦。你試見過未啊？我見過幾次都係咁樣嘅。OK， 咁你又吹佢唔漲嘅，咁啊因為佢有權係可以咁樣褪落嚟。咁啊，咁啊當然呢啲咧就係、是、禮貌上面嘅行為上面嘅咧，如果人哋即係你睇到後面即係有杯水或者係點，一嘢咁褪落去，咁啊人哋整到人又好啊點都好啦嚇。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喺依件事件裏面咧，後面俾佢整親嘅，咁啊可能就有啲不滿啦，咁啊雙眼唔撚好厚啦。咁但係大陸妹亦都係做佢中國人裏面佢最撚中意嘅，就係有見到任何嘅嘢就係、是拍片放上小紅書啊嘛，係嘛？咁依個我哋香港人都領教咗好多啦。咁啊！依一種嘅舉動，咁啊當然亦都會辣著佢後面嗰對嘅香港嘅依一個嘅夫婦啦，就係爆發馬戰啦。咁啊，一個英文嘅諺語就係 it takes two to tango， 一隻手掌係拍唔響嘅。OK， 咁你問我之後如果依一個嘅香港夫婦嚇、即係有肢體碰撞啊，或者係照翻依一個嘅大陸人啦、點點點都好咧，咁其實咧而引發到俾國泰依一個嘅禁坐咧。咁可能咧就即系佢就自己跌咗落去一個即系國際，即系如果你出手要搞乘客嘅，咁你就好似鄭中基咁樣搭飛機都有問題嘅啦嘛，而家係咪？但係我覺得咧喺依一個嘅事件裏邊咧，你國泰咧係唔可以再坐嘅，即系唔係國泰 ban 撚咗啲乘客，而係我哋要 ban 撚咗國泰。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國泰裏邊咧，而家搭國泰嘅人咧。是全部都是低端的人你才搭國泰，即是因為你已經香港，因為點樣講埋先，你冇咁快插嘴住。因為個問題係點解咧？因為你國泰裏邊呢啲咁嘅低端嘅人咧，搭飛機咧，佢哋係完全唔識搭飛機嘅禮儀啊！即係飛機就已經係即係國泰嘅 brand 係廉寒化。首先第一正常嘅呢、這個就第一一樣嘢，佢就請緊咗過千個 target 3000個中國大陸嘅。屌你老味嘅空中服務員，咁啊依個已經唔係國泰嚟噶啦，因為以前國泰嘅 DNA 就係亞洲第一嚇，即係國際航空公司，又有波妹，有韓妹，有日本妹，屌你味印度人、斯里蘭卡係嘛鬼妹係嘛，即係香港人係嘛，咁你一個國際 United Color Benetton， 你而家屌你老味即係轉型變緊咗大陸人，屌你老味做服務喎，咁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佢依個變緊咗呢個大陸嘅 DNA 喺裏邊啦。第二樣嘢，國泰招聘一啲連中國里面的航空公司都不撚要那些撚屌機師，那些屌你四眼啊，屌你冇槍啲槍啲 I 西啊，英文又不撚識啊，嚇、咁再分分鐘咧，國泰又會被逼咧要買依一個 C919， 係嘛？近排依個 C919出去咧，就屌你老味做航空戰咧，就一架都冇人同佢買嘅，因為佢擺出嚟係 model 嚟嘅啫，因為佢係冇依一個嘅license 咧，就可以俾佢咧就飛出依一個嘅中國嘅。咁換句話講，你第時會搭一啲嘅屌你咩嘅國泰飛機飛內中國大陸咧，你肯定有機會你會坐到 C919 噶啦啊 ，OK， 咁可能喺咁多綜合嘅情況之下，個管理又 high cut 成本，請埋啲 cheap 人，屌你大陸嘅屌你唔撚合格嘅人都屌你咩招聘，我諗住做依一個嘅駕駛師，飛機又越嚟越 high， 管理又差，咁好啦，咁你亦都迫於無奈就一定招聘好招呼好多啲大陸客，呢扎嘅撚樣咧就唔撚識乜撚嘢叫做 manner 嘅。travel 嘅旅游嘅呢啲礼仪又唔谂识嘅，咁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你搭呢啲咁嘅飞机，我就好似喺屌你老味喺十几廿年前，我搭中国啲内陆航空公司，一食饭嘅时候，大家俾个屌你咩蒸捻熟嘅啲一个梯兜，屌你咩出边冚住堆石子，然后就嗰啲咁牛肉饭，然后跟捻住有个空姐拎住张辣椒酱走埋嚟问你辣椒酱辣椒酱嗰种嘅呢一个嘅情况，即系你觉得就会同大陆嘅水准捻样。而佢裏面嗰啲就係嗰啲屌你咪成陣煙味啊！屌你老味粗皮啊！嗌撚到大大聲聲啊！屌你老味架飛機未落地就已經係屌除咗個 seat belt 都要屌攞行李啊！分分鐘亦都有屌你咩飛機老鼠去攤嘢啊！如此類推，咁點解我要仲要搭國泰，要委屈我自己咁辛苦咧？咁我都好少坐啦，基本上我基本就唔肯坐得噶啦嘛！而家國泰，你明唔明啊？你坐依個咩國泰飛機，你咪撞到呢啲屌你老味閪冚家產！我哋仲記得國泰。点捻样去屌你咩情治嗰啲嘅机师，系嘛？国泰点捻样去搞鸠嗰啲工会嗰啲嘅人？国泰点样去屌你咩出卖香港人？大家记唔记得啊？你仲要得薄？我哋记得佢嗰阵时，疫情
裁员，系啊，裁咗好多人啫。咪咯，咁你只要你老尾喺你直挂谂住自己利益，第一时间就炒紧晒啲人。咁而家啲人去紧咗第二度做嘢，或者转紧咗行，你搵唔搵到，同埋要想减成本，你第一时间请大陆人，你唔捻关照香港人。咁呢啲咁嘅捻屌嘅航空公司，你屌你咪仲打，系咪先？咁你仲有啲咁捻垃圾嘅乘客喺里边充斥，我唔捻评论边个啱与边与错啊，因为只不过系屌你老尾系可回收垃圾同埋唔可回收垃圾摆埋喺个飞机里边，成到都呕臭，根本屌你老尾系边个啱与错都好，都系垃圾。系。你明白我讲咩？嗱，我自己觉得，总之，两边都有啦，即系可以咁讲啦，即系一定有一啲问题发生啦，导致到最后就系有一啲情绪上嘅波动。咁你见到可能喺空姐个角度就系话，我唔捻理咁多啦，总之你而家嘈之余，仲要搞捻到后边，即系后边几排啊，佢就话后，即系睇条片啦，后边几排左右嗰啲都有一啲群情汹涌嘅情况咧，所以就系要其实嗰个人咧。就唔識搭飛機嘅。如果你前面有個咁撚麻撚煩嘅依一個嘅人吞嚟吞去，搞到你影響到你搭飛機嘅依一個嘅過程，其實你第一時間就叫空姐埋嚟。係啊，係啊，係啊。個旅客咁樣，所以我 support 翻頭先所講，一班唔識搭飛機、低端人口，冇依一個嘅常識，亦都冇禮貌，唔識佢尊重別人嘅垃圾乘客，搭依啲咁嘅航班，咪會咁嘅情況出現咯。你如果唔想，搭飛機的旅程裏面，上飛機未出發就先憤怒，就千祈不要搭國泰。又或者去完之後，你要回回程的時候盡興而去，屌你咪敗興而回搭國泰。咁啊，係啦，嗱，同埋好似我你坐呢啲所謂叫唔好話叫廉航啦，即係費上事依家，即係我唔係話廉航，但係佢自己搞佢自己變咗廉航，一啲格梯，啲客衰，冇撚錯啦，你咁樣嘅情況。同埋你坐 Econ 嘅時候，其實你可以有幾大嘅 Express， 你覺得呢樣嘢會好舒適啦。甚至乎有陣時有啲舊機咧，即係有陣時你冇辦法，有啲舊機咧一挨嗰個 mon 咧就突然間屌你黐撚住喺你塊面噶嘛，你記得有啲舊啲嗰啲機，因為佢嗰個畫面咧冇得跳噶嘛，有啲咁有啲人一定好撚唔 happy 嘅喎，即係你一挨，所以其實我就盡量我自己都做一個 manner 啲，我好少即係話會。休息時間就撳撚咗，跟住挨落去，因為其實你都會知道，將心比己，你後面嗰個人調翻轉頭，你前面嗰人挨落嚟，突然間個 mon 冇撚錯啦，你其實挨嗰十零個 angle， 坐嗰班機幾個鐘頭或者係十個鐘頭八個鐘頭，係咪爭咁撚遠咧？你係咪要吞？係咪會令到你要瞓喺度嗰只屌你腰骨有問題啊？係咪先？即係你冧好撚少啫嘛個 angle， 即係其實我又覺得。你其實應該所有呢啲所謂叫廉航或者小，又或者咧，超哥佢褪到咁，佢丟咗去挨啦，唔好撚有得挨啦，廢撚事，屌你有矛盾啊！其實個問題咧，佢有啲撚樣咧，亦都唔識得咧撳個掣咧，慢慢挨落去。我啲啊，咁樣點咧？咁樣我啲咁樣一撳啊！嗱，我唔喺架飛機上面，但我估嘅情況咧，十有九中啊，超哥信唔信？咁後面嗰條友咁啊，嗰個佢係冇 manner 啦，啱唔啱啊？係啊，冇 manner 啦，即係嗱，佢又踢，跟住最後就係真係有少少肢體上嘅碰撞咧，咁其實導致到件事，如果你話國泰要去搞鳩你咧，咁啊無可厚非啦，你自己申請噶嘛，係嘛？即係好似鄭中基飲醉酒打人咁樣樣啫嘛，係咪？係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去 focus 翻，即係純粹就係話，哦，咁點解平時大陸人喺架飛機度做滋擾，甚至乎屌鳩啲空姐，咁點解你哋唔去懲罰佢咧？咁，咁呢個就大家睇下點睇啦。因為做乜點睇啫？你打輸咗場仗，人哋係戰勝國，你哋係戰敗者，你係淪陷區，你係被殖民人。係啊，你做啲咩？你見撚到佢哋而家唔撚死你九啊度鞠躬，屌中國人萬歲，屌你老味！仲要唱呢一个嘅，屌你老尾嘅中国国歌，夹道欢迎，黄兴大射噶啦，屌讲乜捻嘢啫，系咪先？你哋见捻到，屌你老尾你中国吓，而家不捻停，屌你咩殖民落嚟香港，屌你啲低端人口啊，冇捻用啊，屌你废柴就当高价嘢卖俾你，香港政府攞我哋特区嘅呢一个嘅公帑去补贴佢哋，惊死佢哋，屌你老尾閪冇着数，派钱，屌你老尾閪冚家铲津贴佢哋做生意，嚟到香港里边，屌你老尾穷游特种兵，系嘛？又要屌放烟花，又要无人机氹佢哋开心，咁你仲觉得你要交税，屌你老尾益鸠佢哋？唉，咁啊，好啦，讲一讲呢个
台務先。咁啊，近來咧就上個禮拜講完之後咧，咁啊有一筆大啲嘅資金咧，咁我都要開名要去多謝阿 Candy，多謝多謝 Candy 姐姐啦，係啊，支持我哋啦，係啊，係啦。咁佢之前都講咗一段時間嘅，佢話誒我都會翻香港即係探一探啲朋友咁啊，咁佢就話誒記得咧翻到嚟咧就會支持我哋，咁佢就入咗一條數啦，咁啊。太講太多啦，咁啊，總之嗱，今個禮拜咧，我哋就收到嘅收入助養同事計劃嗰度咧，就有一個16,000元左右啦，16,015元啊，係啦，咁啊加幣咧就有280元，咁所以咧，我哋而家截至到而家咧，我哋就2.5个月左右咧，就收到134,168元，即係我哋仲有17,000嘅一個 target 要追啦，17,000係啊，17,000，咁啊而家未到一半係啦，未到一半。咁我補充一下少少先，首先喺度咧就星期五嗰日咧就阿總理啊、小花啊、搞包俊啊，佢哋10個人啦，即系 MHK 香港裏邊嘅以前嘅同事啊，而家嘅同事啊，或者一啲嘅義工啊，咁啊加埋阿白唐兄啦，白唐兄成日都幫佢 forward 一啲嘅節目出去啦，咁啊一齊去食餐飯，咁啊依餐飯咧我就要報翻俾大家聽嘅，我哋使咗3,500元連埋 tips， 就喺依一個嘅金豪裏邊咧就係食飯嘅嚇，咁啊。10個人，亦都有朋友咧就即時咧就打上咗1,000元就補貼我哋去食飯嘅，咁啊即係多謝大家嘅依一個嘅支持啦，即係現場現兜兜追到阿總理，交俾阿總理請食飯嘅，咁啊即係多謝大家，咁我哋好均真嘅，即係咁啊你話係咪好貴咧？咁你話喂一年到晚唔貴啊，10個人300幾元食一個人，一個人頭係咪先？即係我哋都好慳住，同埋佢班友仔咧冇叫大啤啊。冇飲酒啊！我而家俾一張單，大家睇睇啊！啊，即係冇飲酒啊！嚇，即係好錫住大家嘅荷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咧，即係唔似某一啲人喺加拿大依邊啊，收緊咗啲錢啊，養手足啊，跟住咧帶佢哋去屌你老尾春秋火鍋裏邊咧，就屌你老尾。我知道，算啦，呢單嘢唔好講啦，好啦，出名噶啦已經 OK。係喺大學啊，嗰度啲屌你嗰啲牛肉幾撚貴啊！真係即係咁撚樣噶，即係我哋。是真的不想我們拿到各位網友的這些的辛苦錢，我們 當然我們都會合理回報做足個節目，做 make sure 節目質素frequency 是做得對，但我們就也都是很量入為出，我們當然也都不會學特區政府這樣，屌你們冚家產錢都赤字用亂那麼花錢，對吧？那我們要量入為出的嘛，但是350元一個頭，而中秋節大家吃餐飯呢，咁已經係好節制嘅一個嘅做法。如果我喺度就唔撚係咁樣樣噶啦，你知唔知？唔係咁，我覺得你而家香港一個人，即係就算一個人食一個夜晚食個餐，咁都100元或者100元鬆啲啦，係咪？咁你而家純粹就係、是、咁，你大家圍埋一財，10個人食餐飯，食好少少，咁都係一年一次啫，咁啊大家明白嘅。咁所以咧，我就嗰日我就見到佢哋碌街咧，就有條撚樣咧就走入嚟就話啊，即係。攞咗啲捐款嚟食飯，咁咪講撚咗啦，我哋會食飯啫嘛，係咪先？咁你圖乜撚嘢啫？咁你有啲撚樣走入嚟搞搞震，係咪先？咁攞撚咗公司，即係大家嘅捐款，咁咪梗係食飯嘅出糧啦。咁唔通我哋真係屌你俾插俾個水？你叫雞咩？我交嘅你都叫雞都唔會話你知啦。曬太陽光合作用咁樣，屌你老尾又即係可以自供自給啊！咁你梗係其實出糧食餐飯啦。咁呢個嘢一早已經係通報咗大家，即係我哋會用呢個善款咧去即係請啲同事去食飯。咁咪咯，大家都明白。係啊，跟住佢就喺度講，佢話點會咁惡鳩？捐俾你哋買玩具。买玩具梗啲啦，啲恶鸠噶，啲捻你屌你老味，你捐多啲添啊！我揾你老婆，揾你老婆做玩具啊！屌你咪真系再多啲钱，系咪先？咪咯，出捻咗粮，我梗系我用嚟买嘢噶啦！屌你唔使食啊，咁啊光合作用啊，买咗就好似林郑月娥咁啊，出捻咗粮，啲钱摆喺度啊，唔使用啊，啲恶鸠嘅都。唔系多啲，我就会考虑用因为嗰个捻样嘅老母做玩具，同埋佢老婆做玩具噶啦。所以嗱，系啊，所以我哋其实啲数就好清楚嘅，大家都明嘅，即系。你見到我哋，即係譬如話每個月大概支出幾多咁啊，即係大家都睇得到啦。譬如話我哋收入就更加啦，譬如我哋收入好似每個禮拜都會有講翻嘅。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理解我哋，即係明白啦，係啦。咁、另外咧有一樣嘢就要講翻啦，即係 subscription 嗰個數目啊，超哥講咗先。subscription 咧今個禮拜就真係好低啦，咁啊真係我即係可能真係經濟好差啦，即係好似咁講。subscription 138元有7位朋友啦，半年咧就有5位朋友。咁啊 ，Patreon 系今个礼拜定系咁多累积啊？呢个月累积啊？
九月啊，系啊，好低啊。九月一号咧，即系我哋已经系23号啦，九月23号啦。系啊 ，Patreon 亦都好低啊，非常有跌数添。嗱，其实 Patreon 个存在咧，系一个方便大家咧，用一个低廉嘅价钱咧去支持我哋嘅做法嚟嘅。咁啊，当然我哋可以要重温要俾钱嘅，全部都有得睇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片可以方便大家去睇嘅。咁其实我嘅宗旨咧，就系我唔想限制大家又即系，我俾咗钱，屌我巴捻币，我就系睇绝密嘢咁样。我其实就唔想咁样嘅。其实我系想我哋嘅大部分嘅节目咧，都系可以咧，就系俾更加多嘅朋友去睇到。其实我就最希望就系大家有能力嘅，手头松动嘅，支持我哋。咁而系有啲真系长期病患啊、老人家啊、退休人士啊，或者唔方便揾钱嘅朋友咧，可以喺屋企里边咧都吸收到呢一个嘅资讯嘅。咁其实就系即系以有能力嘅人咧，就是、帮助冇能力嘅人嘅。咁而 Patreon 咧就系一个嘅渠道咧，就是、希望大家咧系用好少嘅呢一个嘅支出，而可以絕大部分我嘅節目都睇到之餘，仲有一啲嘅唔需要俾錢，即係唔需要即係要俾錢至睇得到嘅節目，即係有少少 privilege 啦。咁你都睇到，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去 Patreon 裏邊咧支持我哋 MHK 個 number 係咩啊？超哥 ，Patreon 定咩 ？Sorry，Patreon 個電郵啊，係揾咩啊？等陣等。我要即刻打翻出嚟，cap 咗张图啦，我总之我会 show 翻 cap 图俾大家啦，你去我哋个 patron 嗰度揾 MHK.TV 嘅，系啦，你揾翻佢，其实咧$8.8咧系一个好抵嘅数字嚟嘅，即系日日都有片去 upload 上，其实就系当系一个 courtesy 咧，你用$8.8一个月咧就支持到我哋咧，多啲嘅唔同渠道嘅呢种嘅收入嚟嘅啫，吓、啊，即系。會俾$138其實最抵啦，$138你乜嘢咁撚多年都睇到啦，係咪？咁即係兩個方法都係一個好簡單輕便嘅支持我哋一種嘅心意嘅表達嘅方式咯。咁希望大家即係瞭解我哋呢一個嘅心意啦。咁唔好成日都認為，哎呀，點解落雨成日啲嘢都唔俾 membership exclusive？ 其實我就係希望呢啲俾錢嘅途徑就係可以支持到更加多嘅收入低嘅朋友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嚇啲窮人啊，或者係一啲嘅老人家唔識點樣去俾錢啊，佢都可以得到呢一啲嘅資訊。因為而家喺香港裏邊咧，資訊係好重要嚇，資訊嘅流通咧，而喺香港呢邊係冇嘅，真實嘅真相亦都係會打壓唔俾人哋知道。咁呢一個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幫到我依一個嘅理念嚇，即係將真相廣泛化嚇，將娛樂嚇即係量產啲，大家都可以睇到。咁而即係共同理念嘅朋友都唔會即係甩咗邊，又或者就係同我哋脱咗歐。咁希望大家明白同埋成全到我依一份嘅心意咯。係啊，咁啊不同嘅角度去分析啦。咁啊呢個我覺得喺香港而家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angle 去睇。今個禮拜咧，我就喺 weekend 裏邊咧，我就總理繼續碌街啦，係嘛？咁啊，星期六有鱷魚潭啦，咁啊，亦都喺第三台裏邊咧推出一個新嘅環節啦，世界上著名嘅依一個未破懸案啦，咁啊，希望啦，即係可以靠下做啦嚇，即係有時有多累積咗多啲嘅觀眾有問題嘅，我咁可以做下鱷魚信箱啦。咁我主打就係為世界上依一個嘅著名嘅未破懸案啦，同埋依一個嘅刑環首期啦。咁呢啲 topic 大家都好中意嘅。咁喺第三台裏邊咧，希望咧一個禮拜裏邊咧，我最少都做到一條片俾大家啦。咁啊今晚咧喺 MHK 每週通訊之後咧，就依一個嘅香港奇案啦。咁一個喺荷蘭街嘅一個嘅慘案嚟嘅，咁啊當中裏面咧有一對夫婦咧就俾人殘殺，咁啊而剩低一個嘅嬰兒咧就陪伴一個嘅屍體咧十幾個鐘頭啊，好陰功嘅，咁啊即係大家應該可以捧場。咁點解我咁急今次要做咗香港奇案咧？咁啊因為阿喬嘅撚樣咧就帶咗媽媽就去日本旅行，咁啊當然我就即係希望佢唔好要帶咁多工作一路旅行一路做嘢啦，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我就。做咗一個嘅香港奇案先，咁原本做香港奇案嘅檔期應該做大院有落嘅，咁而家咧就做咗香港奇案先，咁大院有落就喺今個禮拜四咧，定係鐵定嘅今個禮拜四就出街嘅啦。OK， 明白，好，咁啊，咁啊，仲有咧，就喺嚟緊嘅星期日咧，即係我嘅朝頭早啦，就即係你哋星期日嘅依一個嘅晚上啦，咁啊，我應該就會出席咧一個。在温哥華一啲嘅香港人咧去搞一個嘅集會，就係、是、無忘一個嘅雨傘革命十週年啊。OK， 我就被邀出席咧，就有一啲分享嘅。咁啊，可能我就會上台就同大家講下説話。咁啊我哋應該就會做直播嘅，將今個禮拜嘅老火碌街就褪咗去今個星期日嘅。OK， 咁啊就會咁啊依一個情況
出現啦。嗱，咁啊記住啦，咁啊因為星期三咧，你哋嘅 Morning Glory 咧，我就應該暈暈頓頓啊，俾人迷暈緊，咁就會改喺咧如無意日就會改做咧就係、是、星期三嘅晚上和你通啊。OK， 咁啊星期五至同你做大家做做依一個嘅 Morning Glory 嘅，咁啊誒星期三係冇 Morning Glory， 但係會改為依一個周三晚上和你 live。好，冇問題。咁你今個禮拜 Free 人生活有咩做啊？今個禮拜 Free 人生活咧，原本就約咗一個香港填空少啊，咁就佢就過咗嚟讀書，咁就轉換職場啦，即係轉咁啊，想訪問佢嘅，咁啊，但係佢就突然間就有啲事忙，咁啊，可能我就會之後就要 Zoom meeting 同佢做訪問啦，咁啊，而家再約緊佢，係啦。咁你不如約最高手做咗先啦。系咯，唔系啊，嗰、那个会照出嘅，因为我约咗佢星期二噶啦，我约咗佢星期二做噶啦。咁啊，佢原本系想同我出去食餐饭嘅，不过佢又突然间有事，咁啊咁咯，系啦。咁好啦，咁啊交俾你啦吓。咁啊，佢讲佢过嚟香港，过嚟呢边适唔适应啊啲咁嘅嘢啊？过嚟讲下佢读书啦，系啦，讲佢有啲咩际遇啦。咁佢其实都算系。平時都是活躍分子嚟嘅，即係香港都有很多活動搞啊咁樣嘅。咁佢梗係以前參加嗰間嘅撚屌航空公司啊，我估佢九成都係。可以係啊，我可以同佢問，可以同佢傾下呢啲即係特別嘅嘢啦。係啊，了解下嗰間撚屌航空公司，即係而家全面大陸化。係啊，即係嗰啲嘅。咁我睇下佢嗰啲秘密嘅嘢可以公開下啦。係啊係啊係啊。好啊，咁佢而家过咗你边咯，系啦，咁我同佢倾下呢啲嘢啦，好啦，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啦，再次喺度多谢阿 Candy 姐姐啦，多谢你即系山长水远飞翻嚟香港支持我哋，好感激你嘅呢一个支持，咁我哋系会继续努力嘅吓、啊，即系一个礼拜咧，我哋都未停过，即系做足七日咁就系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吓、啊、即系继续支持 MHK 啦，咁而家尤其是进入呢一个嘅美国大选嘅呢个时间咧，嗰啲 YouTube 啊、Google 啊。古古怪怪的了，是啊，即是古古怪怪的了，是啊，即是大家也都有時發覺為什麼沒有人會推播啊，或者是找不到你的片啊，或者無厘頭被人紅標黃標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的了，那總之大家繼續支持啦，我們只有盡做啦，即是做一人敲一日鐘，OK？是好，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啦。好，咁大家如果要上支山顶上面打羽毛球，早啲话俾阿咸湿超听。系，我叫定阿伟哥带支长炮去招呼大家。OK， 好，今日咁多，好，拜拜，拜拜。